下面又将是一场重量级的昆仑决超级战，男子64公斤级的自由搏击大战，中国的恐怖小胖即将出场。 And now is Kunlun Fight Super Fight, 3 rounds kickboxing, men's 64 kilos. Introducing the fighters from the blue corner. 蓝方选手来自意大利的 Scarfish Andread Serra. 红方选手来自广东佛山明泰的一位选手，这位年轻的新贵最近在拳坛掀起了一股催泪巨浪。 不是眼泪的泪，肋骨的肋，因为最近他连续几场比赛都是秒杀对手，以同样的动作下摆击中对方的肋骨 ，KO 了对手。他就是来自佛山明泰的恐怖小胖魏 宁辉。本场比赛蓝方选手今年31岁，身高1米73，来自意大利，职业战绩26胜4负1平，KBC 65公斤级泰拳冠军。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coming tonight out of Italy. Signore e signori, stasera, nell'angolo blu, di là da mande dall'Italia, da dire benvenuto a Andre Scarfish Serra. Red方选手今年 21岁，身高1米68，职业战绩27胜10负，9次 KO 对手，这是一位拳坛新贵，从出世就以重炮而闻名，在泰国6战6胜，2012年泰王杯冠军，2013年 WMC 国王锦标赛冠军，最近3场连续以击腹方式 KO 对手，被称为催泪专家。 他就是从小胖蜕变为恐怖的小胖，到今天催泪小胖的小胖的魏宁辉。有请场上裁判毛景宇。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由江苏卫视和昆尚传媒联合打造的大型综合格斗节目《昆仑决深圳站》的比赛现场，我是现场解说钟收陈佩，我是昆仑决宋宇杰，我是昆仑决乔博。下面进行的是64公斤自由搏击比赛。 红方选手是来自中国的魏宁辉，蓝方选手是意大利的安德利亚塞拉。比赛马上开始。我们从双方的出场来看，这个魏宁辉他虽然身高上不如意大利的这个安德利亚塞拉啊，但是他有一个招牌动作，就像我们主持人赵建飞向观众朋友们介绍的，就是他这个左右的平勾摆拳击腹动作啊，他用这个杀伤技啊，KO 过。 多名选手，我们看看今天啊，小胖魏宁辉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是不是还使出他这个招牌动作？好，第一回合比赛开始了。哦，一上来看到塞拉呢是先发制人，以高扫踢开路，看双方以什么样的这个节奏啊拉开第一回，又是高扫踢。魏宁辉这个时候还要伺机而动。 因为魏宁辉啊，一旦发力，必将势不可挡。连续的重击来自于塞拉。魏宁辉的这个主要特征是拳法很重，对，上肢力量非常好。对，大部分情况下是 KO 别人，有时候也会被别人KO。按说他经过在这个泰国进行过这个泰拳训练之后，我们就想着他的腿法比较好，但是现在反其道而行之，他现在练他的拳法很出众。是的。 魏宁辉，他的训练师，也就是他的把师，是名将K1名将磨砂斗的御用的把师阿斗，所以这场比赛，魏宁辉啊，还是不慌不忙显示出来一个大将风范。那这个节奏有点像泰拳节奏。<笑><笑>你别看这个意大利的塞拉，接腿拳，很流畅的接腿拳。他劈着鸡腿之后，魏宁辉不出动作，他反而害怕了。 你要冲动作还好弄，他到底我出的，我就是扫地动，为什么你不出动作呢？是吧？他说，哎，你到底在干什么？吴林辉是之前多次的 KO， 这招漂亮，连续的全摆拳，看看，这个漂亮，成功了，成功了，而且塞拉刚刚是出拳啊，第一时间站起来，哦，站起来一下，真正中击了，真正中击了，又是一个全摆，第二次。 魏宁辉用这种暴风骤雨般的这种，魏宁辉知道这次机会。刚才
看了意大利的塞拉要扛下来，这回要扛不住了。是的，这个进局里的话，他想打撒贝一样打，一般都扛不住了。对，这一道进行大计时。看了意大利的塞拉要扛下来，这回要扛不住了。这赛拉也真的脸皮了不起的，我觉得赛拉是。是的，这么凶猛的这种组合进攻，全部是重拳，居然能够扛下这第一回合。第一回合啊，确实魏宁辉表现出来了超人的耐心，长达啊这个1分钟之久的这种，几乎啊已经制动的这种打法，而且突然发力，打的塞拉是措手不及。 我们看给塞拉的头部打得跟拨浪鼓一样，你看到没有？对，打的这样居然能够没有打倒，你看，这个抗击打得太强了。对，所以也要给这个塞拉敬礼。魏宁辉是，你看，爆发力十足，摔法也非常的干净利索。在这里要给大家提醒的是，12月19日，昆仑学将走进河南洛阳，届时昆仑学 2015年度法式攻击竞技总决赛，朱石之战8进4的比赛也将会同时打响。观众朋友们可以通过节目下方的游走字幕了解购票的方式，到现场亲身体验这次搏击的盛宴。下面来看看这个小胖魏宁辉同这个意大利的塞拉的第二回合的比赛。那么在第一回合比赛里面，在比赛进行到2分钟左右的时候，啊，魏宁辉突然反击发力，利用他的前手拳重击对手。 实在那个情况下，可以连续的出拳，那时候我想，假如说有个腿击的动作的话，说不定小孩呢还能更。是的，魏宁辉是非常善于啊打破，特别是泰拳手的这种固有的节奏。刚才还说的有点慢，突然就是暴风骤雨的对。是的，太精彩了。漂亮，接连的又是击头和击腹连续进攻。 但是我们也看到意大利的塞拉，他对他的这种招，防的进攻线，他已经知道了。塞拉的这种防守反击反扑的这种欲望还是非常强的。31岁的泰拳老将塞拉，他想换颜色，给魏宁辉与击腹拳。魏宁辉这个时候又表现出来了耐心，这边突然发力。啊，魏宁辉的拳太重了。 现在他已经找到你这种节奏了，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多角度变换，对你尽管击腹投，但是你当你结果下来，我突然一个反击，前手摆下，我也打，我也会打。这时候我就说魏宁辉除了出拳之后，你也要加强你的腿法的进攻，这种交叉进攻才是受不了了。对，你让交叉进攻就好了。塞拉再一次面对啊这个魏宁辉，我对吧？ 加油！第二次读秒，哦，他没事，他不站起来，还能立的。这个不发以后会再本局扣掉2个点，非常的精彩。魏宁辉的拳手摆拳真的是，魏宁辉乘胜追击，这个时候，啊，塞拉的不打魏宁辉转，比赛会结束。比赛结束，为了保护他结束，结束。哇，结束。这就是魏宁辉的招牌动作，招牌动作，前手摆拳。魏宁辉的比赛总是很好看的，哦，看到魏宁辉的 泰拳的老师啊，泰拳的恩师，我杀到我的运用法师也是把魏宁辉是高高的举起来，非常精彩，多角度、多线路的变换进攻，而且是多节奏的变化，多种的不定因素打得安德利亚塞拉措手不及。他是有出拳，是有节奏的变化的魏宁辉，不是说单一的我就靠前手摆拳，他是有节奏的一种变化。你看，打得非常的精准，非常结实那种。 很准，前手摆拳，干脆。双方在拳法的力量比拼当中，魏宁辉占据绝对的一种优势。
你看他的拳法，这中国的慢动作看得更加的清楚了。单拳的连击，击腹击头，需要强大的，需要强大的这种爆发力，还有核心的力量。因为很多运动员都是靠后手中间打击，而他恰恰相反，我靠前手拳打。对，前手摆拳。啊，对手是真的很难防，很难防。本场比赛经过裁判裁定，红方选手在第二回合1分45秒 TKO 获胜，恭喜魏年辉。同时让我们也把掌声送给这位31岁的老将，顽强的安德烈。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一头王张小龙先生、王巨龙先生为胜者颁奖。不愧是击腹专家，小胖的摆拳越来越有威力，恭喜获胜的小胖。他下一场比赛即将要对战韩国的名将金东秀。谢谢你带给了广东骄傲，再次把掌声送给佛山明泰的恐怖小胖。